脚慢点，脚慢点，小心点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老板，刘二狗现在坐地起价要500万，没问题。告诉他，如果这件事漏出去，他全家都得死。是。他们现在什么情况？大的已经死了，小的还没有死透。把那个带走，其他的处理干净。是。哥呀，以后你的女儿就会成为我夺去陆家的公主。你来干什么？姬少阳，大哥大嫂都已经死了，公司不能一日无主。今天就我带你解决这个事情。大哥平日可对你不薄，现在前脚刚出事，你就电视陆氏集团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道理，都说无益。既然呢你不同意，我们要问问大家伙的意见。你们是支持还是反对？我支持。他们都支持。王延虎，大哥早就把两个孩子立为陆氏集团继承人，现在景宇还活着，陆氏集团是没有的。好，那我就再等等。如果人真的死了，可别怪我无情了。孩子怎么样？孩子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因为伤到了大脑，以后恐怕会有影响。秦宇还活着，陆家的血脉没有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代替秦宇接管陆氏集团，直到他18岁，我会将陆氏集团交还。你们要做陆氏集团的小弟，要就选择做我的对手。那季山，别以为有了陆景宇就拥有了陆氏集团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哎呦，景宇姐，你说你穿的这么寒酸，我还以为是哪个不长眼的仆人，敢当我白家大小姐呢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你说这身体不好呀，还是得强加锻炼，要不然早晚都得病死，是不是？你能不能先把我扶起来？行啊，你从那儿爬到这儿。我自己起来。那好吧，快点回来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放手。不，我觉得条件太过分了。你跟他说什么？再不说一遍，找死吧！住手！秦宇，
赖先生，我跟爸爸不在家，你就这么放肆吗？哥，不是，是他刚才先骂我的，然后我……闭嘴！早跟你记住了，再让我看到你跟我那女人，我饶不了你。算了吧，我哥哥，你不用替他说话，我们走。吕景宇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哥哥才越来越讨厌你，是不会让你嫁进我们家的，这事没完。哎，景宇，对不起啊，我提前先给你道个歉。哎，你放心，等我这段时间忙完了，我一定好好收拾他。没关系的，莫哥哥，芊芊在我眼里毕竟就是个孩子。我不会怪他的。哎，要是芊芊有你这么懂事就好了。哎，我去把车开过来，你等我一下。也没喝多。哎，美女！美女！美女！哥，这是个残疾。残疾没事。哦。漂亮就行。美女，跟哥回家，哥给你治治腿。我哥哥他马上就过来。我不去，别惹些事。就算你哥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美女，就算你哥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美女，哎呀妈，放手！他妈敢坏老子好事，你他妈找死吗你？哎，哥，你别动，我来。兄弟，没事吧？哥，我干嘛找死？啊！他们给我等着，跑！这个人怎么给我的感觉这么熟悉？谢谢你，我哥一会儿回来了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你不会说话。小雨，怎么了？刚刚有两个流氓骚扰我，还好有这个大哥在，不然我可就麻烦了。哦，哎，谢谢你啊，这些钱不多，就当是报答了，谢谢。哎，莫哥哥，我可以让他做我的保镖吗？啊？什么玩意儿？难道小子玩肉吗？你是把自己当做什么所有放在对方这个系统上，我真的，这是我为你做的事情吗？啊，只要我是你的好亲人，你打得放心的，后面安全。不过你需要记得，在没有拿到白起的孩子送的这笔钱，一定不能公开。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打电话。金宇，再等一下，哥哥马上就来救你。这小子怎么感觉很面熟的样子？白叔叔，
当天就是他救的我，他很厉害的。是吗？不过眼见才为实，你说呢？小伙子，很好。父亲，这你们几个一会儿可别手下留情，照死了给我打。小伙子，地方呢已经给你平开了，就让我看一看你的实力。不错不错，好身手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景宇的贴身保镖。不错不错，好身手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景宇的贴身保镖。滚！我说你怎么连个谢谢都没有啊？从一进门到现在跟哑巴似的。你真是个哑巴，那你就更不能进我们白家的门了，这传出去多丢人。白芊芊，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哥，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这好歹我也是白家的一份子，我总不能允许一个外人丢了我们白家的人。好了，我相信锦衣的眼光，而且阿文的身手的确不错。这个人怎么越看越不对劲？喂，刚刚有消息说县城只发现了陆总身上的尸体。什么？只有两具尸体？难不成？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。小伙子，介不介意让我看看你的手腕啊？啊，是这样，前两天我让人算了一卦，说是我会遇到一个人，此人能文能武，而且在事业上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这个人不会说的就是你吧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不过算命的说了，此人的手臂上有一个胎记，让我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我记着哥哥的胳膊上也有一块胎记，如果真的有的话，这个人该不会就是我的哥哥吧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看一下手臂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难不成你就是算命的所说的我命中的贵人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看一下手臂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难不成你就是算命的所说的我命中的贵人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阿文，一会儿没事好好收拾一下家里面吧。都散了吧。只需一个小时就可以成为更殊胜的胎记，这是个从来无去过的东西。
在学校得了好多奖，100个奖，这么厉害。阿文，阿文，阿文。刚刚都没来得及跟你好好打个招呼，毕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保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早上起晚了，早餐店没收，都没吃什么东西。那你先忙，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。要做饭给我吃。要做饭给我吃。好香呀，这碗面怎么没有葱花呀？你一直是靠写字来跟人沟通的？我是很多吗？不喜欢，不过这个家里没有人会在意我喜不喜欢吃葱花，每次都会放很多的葱花。为什么会有两颗荷包蛋？我记得小时候，哥哥每次给我做面都会放两颗荷包蛋。快吃吧，我给你们两个一人摸了一颗荷包蛋。妈妈，我最喜欢吃荷包蛋了，一个不够。景言，你就惯着妹妹吧。没事，景宇，只要哥哥在，你的面里一定会有两个荷包蛋。对了，阿文，虽然你的胳膊上没有胎记，但是胎记也是可以去除的，对吧？胎记也是可以去除的，对吧？我真的就是我哥哥。景宇，对不起，为了复仇，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身份。可是为什么我第一次见你，感觉就很熟悉？还有这碗面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……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我情绪一激动就会晕倒，让你见笑了。我只是太想哥哥。这个药也喝了快十年了，越喝身体越沉，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这都是白叔叔安排的，如果不喝，你会惹他生气的。而且我已经没有亲人，白叔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对我好的人。阿文，阿文，阿文，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？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是我的未婚妻，以后没有什么事儿，不要轻易出现在他的房间里。听到了吗？莫哥哥，
你误会了，是我刚刚心情不好，所以才让阿文安慰我的。江宇，你该休息了。你跟我出来。阿文，今天的事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江宇身体不太好，喝完药让他早点睡啊。看得出来白墨很爱景宇。哎，如果不是那场车祸，景宇现在应该是一个被父母哥哥疼爱的小公主。可是你看他现在连站都站不稳。不过只要有我在一点，他就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看来白墨也被白吉神蒙在鼓里。没什么事了，你早点休息啊。药都是我父亲配的，具体有什么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我倒是看到过药方，就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，改天我帮你问问。景宇，等哥哥找到药方，就能知道你的腿是因为什么坏的。这里是你爸办公室，真的安全吗？放心，我爸呀晚上不来这儿。倒是你，怎么现在胆子变得这么小？哎呀，这不小心不行呀，我马上就要娶龙源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你们白家不也要和龙源集团谈合作吗？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你和我都没好果子吃。真没想到还能有意外的收获。当初你诱惑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害怕呀？现在知道害怕了。哎呀，芊芊，你就先别生气，这小心驶得万年船，等我娶了她，然后我再找机会杀了她，到时候你就是全国第一大小姐。算你识相，既然你这么害怕这里的话，带我们去我新买的别墅吧，那里没人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好。这个药方的确有问题，如果长期服用会逐渐导致瘫痪。根据目前一个用药记录，如果再服用三个月就会完全瘫痪。这个白起山果然是居心叵测呀。三个月，在景宇瘫痪时让景宇和白墨结婚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陆家的财产转移到白墨名下，外人也不会说什么。白起神，好孙子。谢谢。为什么呀？有道理，这药一直喝，身体就越来越差，还不如不喝。那就听你的。吴妈，当什么呀？这不是陆景宇的药吗？怎么一口都不喝？陆小姐说从今天开始再不喝。
哼，这药方是我爸花1000万给他买的，他说不喝就不喝。芊芊，你怎么来了？陆简宇，我爸花1000万给你开的药方，就是为了让你喝，你就这么着急去死呀？这个药我已经喝了很久了，但身体越来越差。后一段时间再喝。行，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我爸给你开这个药呢，不是为了要救你，是为了要害你，是吧？哎呀，我真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，真是难怪我哥和我爸这么处处。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行，反正呢，今天这个药啊，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，我可不能让我爸解决。阿文，你怎么？你敢打我？我知道了，你跟这个保镖是搞在一起了是吧？行，我要去告诉我爸和我哥，我跟他们说你就是。爸，这个贱人，他勾引阿文上床，还敢打我？你别胡说，我没有。白芊芊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你不要乱说。不是哥，你是没见，阿文是为了保护他才打我的。哎，你们忘了当初他刚进咱们家的时候，他刚是……够了，少说几句。爸，行了，芊芊，你说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跟阿文是清白的。我只是把他当作是我的哥哥。好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孩子，我相信。不是爸，您不能总听他一个人说的呀。您是没见他抱阿文的时候有多亲密，他都没有那样抱过我哥。你有完没完？你怎么老说我呀？我是在帮你出气呢。不是，他到底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们为什么总是相信不相信我呢？够了。不想看到你，出去！走就走。出去干什么？还不去管你妹妹？好了，这件事就到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你为什么突然把药停了？难道是有人给你胡说了什么？不是阿文，是我自己不想喝。那个药我喝了快10年了，身体不但没好，甚至越来越差，所以才想暂时停一下。这药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开的，依你的意思，我是在害你？不是的，白叔叔，我说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下毒害你？你是不是以为我下毒害你？不是的，白叔叔。那正是你的背后诊所。老文，是不是忘了你的身份？白叔叔，你别生气，阿文他不要再听他说话。今天会让他知道人家做事应该怎么做。你快给白叔叔道歉。没人，给我带上电话去。娘，我知道你是什么，下来就继续留在这里，你最后还我的规矩，你就从这给我出去。住手！我明天叫你，有一个更大的事端。
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我现在就去地牢把阿文接出来。 怎么样了？病人情况很危急，失血过多，随身都会有生命危险。现在本院的血包也不多了，只能从别的院调了，不知道赶不赶得上。你告诉我他是什么血型，我是陆家大小姐，我可以从别的地方调血源。那太好了，他 是 B 型血。陆小姐，快派人去找吧。他也是 B 型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陆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先抽我的血，我就是 B 型血。 你醒了，医生说你受伤严重，得要好好休养。在地牢的时候，你喊我妹妹，说要保护我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哥哥来找我，无论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。 车祸之后找不到哥哥的尸体，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。你出现之后，我一直觉得你就是我哥哥。阿文，我求求你，你告诉我，你就是我哥哥好不好？我。
阿文，我是哥哥。现在还不能跟你说，再等等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团聚了。可以像哥哥一样护着你。那就坐这吧。哎，蓝少爷，蓝小姐，大家光临有失远迎啊。龙小姐，王总，新婚快乐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没有见白叔叔？啊，叔叔临时有点事儿，稍后。我本来还想说，仪式结束了，跟他谈谈婚后的事儿。啊，龙小姐不必着急，我父亲说了。等婚礼结束了，我们再谈。哟，这么多熟人呀、啊！王总，龙亚，新婚快乐！谢谢王总。今天真是没想到呀，这白家的人呀、啊，跟他老爸一样，还是一副假仁假义的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臭丫头，还是没教养。论辈分，你应该叫我一声。你换哪门子说呀？王叔叔，今天毕竟是龙小姐的婚礼，您就不要破坏这份喜庆了。好。你是陆景玉。你是陆景玉。干什么呀你？你的罪家有什么风？白启山这个畜生，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没有，白叔叔对我很好。我是东城土木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先到电话上，以后是不可能，随时来。陆小姐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离婚的仪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，那各位先稍微休息，去忙一下。好，好。装什么？那边人太多了，咱们还是在这里进行。那我先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就是比之前好一些。会不会真的是药问题？要小心。真是不要脸！今天这么多人在这儿呢，你们俩还当着人面在这偷情呢，把我的脸面放哪儿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胡说了？我刚亲眼看见你们俩在这调情呢，我要去告诉你。哎，别！这是龙家千金的婚礼，你别在这儿瞎捣乱。我就是。姐姐，爸，你终于来了！我跟你说，这对狗男女他们偷情，而且还找不到我。不是，白叔叔，儿子，他
然这么多人都在这，你跟这位男的在这一块偷情，你把我们家脸面放哪了？你把我哥脸面放哪了？你就是跟你那死去的哥一样，你一对儿。你够了，白浅浅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今天我会再原谅你，白叔叔。你够了，白浅浅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今天不会再原谅你，白叔叔。你说今天如果真的是白浅浅无名，你想怎样？我要他下地牢。我没有污蔑你，你也不照照镜子。去，不用争了。这里有监控，事情到底如何，我派人去看一下监控，自然就知道了。龙小姐，不用看监控了，就看个小事。那要不还是看看监控去。那不用，真不用。今天在我这里，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受委屈。白小姐，如果你觉得你是冤枉的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公道。来人，算我。这就是一场闹剧，我不想拖拉你下。监控，是我杀的。现在，刚刚是我太鲁莽，想问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确定真的不看了？不看了。既然陆小姐都这样说了，这件事情到此结束，婚礼马上开始了。好了，大家入座。爸爸，婚礼要开始，我们一起去。没事，没事。王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与龙小姐结婚，往后余生？我愿意。龙小姐，您是否愿意？愿意。愿意。今天你在哪？我就让在场所有的朋友看一看，他到底做了什么恶心的事情。等我娶了她，然后再重新杀了她，到时候你就是全国第一大小姐。是他逼我。闭嘴！现在开始，你不是我的女儿。穿我的用，到头来你还想让我死？来人！老婆，我说我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啊，这次就是你一个人不要把他拖下去，打断双腿！不要啊！求求你饶了我！龙小姐，是我教唆不放，白芊芊犯的错，就让他自己承担吧，要杀要随便。不用了，我还得谢谢他呢，要不是他，不再不。您大人大量，我想这件事不会影响我们后期的合作。当然不会了，因为我本来要合作的就是天阙机器。什么？你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？洛阳，我提醒你，这是我和龙小姐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看来呀，还真是拼不起，急了。我劝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。龙小姐，我希望你能跟白叔叔结婚。龙小姐，我希望你能跟白叔叔结婚。是白芊芊的问题，这是关白叔叔。身边的陆家能够越来越好。景宇，你怎么能帮着他说话呢？白叔叔从小抚养我长大，实在是不忍心看着那么为难。
我意已决，魏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叔叔，那我们走。你这孩子呀！父亲，龙小姐现在应该还在气头上，等过几天我亲自登门道谢，这合作肯定还有戏。和龙源集团的合作已经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让你和金玉完婚。可是婚期不是还有三个月吗？等不了了，提前到下个月。好。老板，我还是走不了。再试一下。老板，我成功了！恭喜你！我能走路，我能走路好了吗？老板，我成功了！恭喜你！不客气，眼睛闭起来。给，好漂亮啊！别这么不开心了，你提前说好了，我过生日的时候给我买一双漂亮的鞋子。那这样好不好？等你明年生日的时候，我送你一双鞋子，宇宙第一漂亮的那种。真的吗？我们拉钩。拉钩。是宇宙第一漂亮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双鞋很适合，很漂亮。是这句吗？我刚刚明明听到的是这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金宇。金宇啊，生日快乐。谢谢白叔叔，你们对我可真好。你真是个傻丫头，我是你白叔叔，我不对你好，谁对你好啊？今天可是你十八岁的生日啊！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韩莲想起她小时候那个调皮劲，现在一晃都十八岁了。来，让我为秦宇的十八岁生日干一杯。来人，二位，今天是金宇的十八岁生日，我们一起干一杯。干一杯。对了，金宇啊，刚才许的什么愿啊？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我们金宇还像小时候一样可爱。实际上，你可以告诉叔叔的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实现愿望呢。我许了两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是希望白叔叔身体健康，永远开心。金宇，你也真是的，光知道关心爸爸，把你白哥哥都忘了。金宇啊，不要去搭理他。第二个愿望呢？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能找到当年车祸的真相，找到那个司机。白叔叔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白叔叔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好。我听说那个司机五年前就出狱了，
是吗？明天派人去查一下那个司机。谢谢白叔叔。金玉啊，这些年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，所以跟我就不必那么客气。刚好叔叔也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就是你和阿莫的婚事，我想定在下个月。你看，当然你们也都知道，叔叔心里一直很牵挂你们的婚事，再拖一天就刚好一天。我是实在不想再等下去了。林雨啊，怎么你不愿意啊？没有，只是突然提亲，我有点没反应过来。的确有些着急，也怨我，我是太想看到你们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生两个大好小子。林雨啊，怎么样啊？不行，不能让白霁山的计划得逞。看来我的身份藏不下去了，景玉，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。白叔叔，我还不能答应你。白叔叔，我还不能答应你。白叔叔，我还是觉得下个月结婚有点太早。景玉啊，只是提前了两个月而已，你还有什么顾虑？静月，是不是又有人跟你说什么了？还是你变心了？莫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怎么能这么说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陆静月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但是你实在是让我寒心了啊！我辛辛苦苦照料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了这个臭宝贝背叛我！我没有背叛你，我跟阿文是清白的。你们都搂在一起了，还说是清白的？够了！金玉啊，即便你这张照片，我仍然相信你和阿文是清白的。这是白叔叔对你的信，白叔叔不想看到你难过。难道你想看到白叔叔难过吗？白叔叔，金玉啊，你不讲下台白幕，我不勉强。你现在就回答我，下个月的婚礼，你嫁还是不嫁？如果不嫁，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有父亲之心，以前的感情都叫不复存在。白叔叔，不要逼我。哎呀，让你做出的决定就这么难吗？啊，你就这么不想嫁给我吗？你干什么呀？陆金玉，你嫁。陆金玉，你嫁。阿文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？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啊！我看这伙子不耐烦了。男人，不想嫁就不嫁，我带你走。我说你走啊，你没事吧？从他来到白家，就越来越叛逆，必须除掉这个祸害。不要，白叔叔，这不关阿文的事。住口！你想好了吗？我下个月就嫁。今天又不是金玉跟你求亲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快走啊！不要让我的白家看到，少不了。
好了，我算了。这个，死了。我在这个位置，等你。住手！给我上！我拿这个人的不犯。上！是。今天之所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来这里。怎么了？我们已经找到当年肇事司机的足迹。他在哪儿？行了。伤这么重，准备成功了。等养好了伤，我们一起去。黄叔，你现在就去。好。十年前的车祸还记得吗？十年前的车祸还记得吗？想跑？上我老也做了，我罪也认了，你们还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们只是想让你指证白先生。不可能，你是不是让我送死了？如果你能指证，现在就得死。你以为你这样就安全了吗？据我所知，白岐山已经买通了杀手，在四处找你。也许呀，你听到了一点风声，才躲到这儿的吧。你看我现在出门买个东西都鬼鬼祟祟的，你让我出庭，不可能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出庭作证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而且给你1000万让你养老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陆景言，就是那起车祸的唯一幸存者，也是陆总裁的儿子。陆总，对不起，那我就是一个意外，我错了，这过去的事情我不想提。愿不愿意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是有个条件，你们得先给我100万。他妈的，还是见钱眼开的东西，给他。既然景言花话了，那钱就答应你了。记着，一定给我老实点。走，跟我走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做好。撞我们的车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，一定是白岐山那个王八蛋想要杀人灭口。我说，不是对不起，他错了，情况不太乐观，即使活着，大概率也会变成植物人。告诉医生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让他说话。没有刘二狗，我们会很被动。你的伤势也很重，接下来的时间你要好好的静养。对了，叮嘱白岐山，我不在白家，不能带伤害到景言。放心吧。我知道了。孟云虎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父亲，你看我这身好看吗？不愧是我的儿子，真够帅的。哎，林云。哦，他在房间里面试婚纱呢，我去叫他过来。等一下。你和金玉已经立完婚，是名义上的夫妻了。而且金玉年满18岁，夫妻之间那些事自然是可以做。这样情侣会不会生气啊？生米煮成熟饭，还有什么可生气的呀？
我真的应该嫁给莫哥哥吗？阿文，要是你在就好了。到底应该怎么办呀？青雨，你明天真好看。青雨，你有点紧。阿文拉你的时候，我就不紧张，我拉你就紧张。不是的，莫哥哥，我只是有点不习惯。可能是我太着急了。没关系，景远，我可以等你慢慢习惯我的啊。谢谢。啊，喝点水吧。那我就先休息了。我知道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依恋。有个机会好吗？莫哥哥，你干什么？我们俩都成为夫妻了，对吗？给我个机会好吗？莫哥哥，你放开我！我不会让安文抢走的。君远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君远。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，可是我是真的很想。你闭嘴！你是我未婚妻啊，景远，我们是夫妻，啊？你出去！我不想看。你出去！景远，放开！景远，景远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，相信我好吗，景远？锦鱼啊，多吃点。谢谢大叔叔。锦鱼啊，事到如今还叫白叔叔？爸，我们还没举行婚礼呢，怎么这么着急改口啊？好好好，是我心急了。哎，锦鱼，锦鱼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你最近一直这么呕吐吗？最近好像是有点频繁。你一会儿带他去趟医院。啊？啊什么？像金鱼这个情况，应该是有了。哦。哦哎，快快，给小姐换衣服，我去开车。喂。有件事要交给你们去办。医生，什么情况？恭喜你，白先生，您要做爸爸了。啊？景远，景远，你走慢一点，你伤着孩子怎么办？这个孩子我是不会要的。为什么？景远，你就这么不想跟我拥有一个孩子吗？到底是讨厌这个孩子？这不是讨厌谁的问题，是时机的问题。我才18岁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正青春的时候被一个孩子绑着，你懂吗？孩子生下来了，我可以找人去养呀，你想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呀？青云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。不论你是谁，这孩子我都是不给。景远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白少爷和陆雪必须得死在这儿。景远，我在。白少爷可真有骨气，兄弟，给我挫一挫白少爷的骨气。你他妈！哎，郑宇！哎，叔叔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！不是，郑宇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你
你能放下？不管。我没有。莫哥哥，莫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住手！住！白叔叔，白叔叔。医院，莫哥没事吧？白叔叔，你快救救莫哥哥吧！马上把少爷送去医院。是。白叔叔，进来，别怕。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，袭击你们的正是西城天阙集团董事长手下的人。天阙集团。我们跟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三番两次的要袭击我们？他们在得到龙源千金和王元虎的支持后，一心想要和我合作，想将陆氏集团收入囊中。但陆氏集团是你父母留给你的遗物，所以我就果断的拒绝。没想到他竟然狠毒的来伤害你们两个，来逼我就范。白叔叔，你一定不能向他们妥协。不会向任何恶势力低头的，任何伤害我的机会。千羽，阿莫，莫哥哥，我在。对不起，是我让你陷入危险里。都怪你，莫哥哥，是我要跟你吵架，都怪我。千羽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真的很爱你。把我们的孩子留下来，我会留下来的，莫哥哥，我相信你会照顾好的，你一定快点好起来，好吗？金玉，公司还有些事，你先陪着阿莫，我一会再来。好，白叔叔，我一定会照顾好莫哥哥的。这件事办得漂亮，钱已经打到你的账。白总，恭喜恭喜！啊，白总，恭喜恭喜！张总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我看你都要落上天了。哎呀，孩子大喜的日子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当然开心了。白总把陆景宇抚养成人，把陆景宇当成自己的孩子，现在两个孩子结婚，这可是双喜临门。白总能不开心吗？咱们这些老朋友都很久不见了，等今天婚礼结束，我找个酒，咱们一醉方休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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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总，这么大的喜事也不通知我一声，太危险。以你我之前的关系，这样没有好的对象。如果你没什么事，赶紧，我不想在大喜的日子看到。王元虎，今天可是白总儿子的大喜日子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事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听说你最近做了千雀集团的狗腿子，难不成？是千雀集团的董事长叫你来的。啊，看来这里咱们不是待见。你说咱们是留呢还是走？我要走呀，别人拦得住我。我要留，别人可不走我。你们说呢？看来今天不撕破脸皮，你们是绝不罢休了。白叔叔，我等完全是好心来祝贺白梦婚礼的，您这样应该不是的。你违背了和我之间的约定，转而投向了天阙集团，那就怨不得我不义，
好一个你不仁我不义，白总，就凭这两个歪瓜裂枣的，也配做我的对手吗？是吗？那你不妨试一试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。阿文，你竟然没有死！是啊，我没死，真是让你失望。今天不想搭理你，我还想活下去，就从这给我出去！白岐山，我今天是不会走。那就怨不得我了。动手！我老婆。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阴魂不散？现在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就是你心心念念要找的人。景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为什么要打他呀？你可知道他？你就是逃跑天之间的来着，就是我，我恨不得叫你挫骨扬灰。我离开景宇不到一个月，他为什么会对我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大？我一定要弄清楚。你说我卑鄙？好，那你说我卑鄙在哪？难道堂堂天阙集团董事长敢做不敢当？是我做的，我自然敢当，但不是我做的，我也一定不会背黑锅。那我问你，上次你在陆地球，那两个人是不是？是。那我再问，今次是不是别有目的？是。不愧是天阙集团，却刚刚被人袭击后，真是让人难以相信。金宇，我是派人袭击过你，那就是为了接近你。我从未做过一件伤害你的事，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将你从白岐山手中救出。没做过伤害不是，你敢说三天前的自杀不是你安排的？你知道那一棍差点要了我的命吗？白岐山，你怎么敢做的？终于不成事，你嚣张！我不会让你伤害白叔叔的。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阴魂不散？现在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就是你心心念念要整的人，天阙集团的董事长。原来你潜伏在我身边做保镖，就是为了阻止我和龙源集团的合作。说对了，但只说对了一半。若你和龙源集团合作，我的确很难收回陆总。不过多谢了你的女儿白芊芊。那另一半呢？另一半自然是为了住手。嗯，没事，是他们几个内合不了我。景宇，我是来找你。景宇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景宇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这个世界上无论谁伤害你，他都不会伤害你的呀。是啊，景宇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你已经是天阙集团的成员，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信。我从未想过你会护着他。我也从未想过，身为兄长，竟然是想置我于死地的天阙集团董事长。姐，景宇对你的误会是越来越深了，为什么不公开身份？景宇现在十分难受，他不是什么人，他们情绪需要做的事情不做不了，三天能保住谁干？金玉，你说袭击你的人是天阙集团，你可有证据？说什么？我说是我做过的事，我承认，但我绝不许别人在我们背后泼脏水。到底是谁说是我们天阙集团？我和他当面对决。
没错，是我告诉家。阿伟，你说有人向你泼脏水，不妨拿出证据。白起，你个王八蛋！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自证清白？好，我给你证据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倒要看看，你能拿出什么证据？白起山，你敢等我半个小时吗？好，半小时就半小时。如果半小时之后拿不出证据，我就请你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三天前你在哪里受过刑？下午三点，城南大道。现在需要查的到底是谁？阿文，时间差不多快到了，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，不要耽误我儿子和秦宇的婚事。你急什么？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宋军呢？宋军呢？秦宇。那天袭击你的人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是谁指使你？是白总，是他指使我的。白总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这婚礼我们不参加了，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金玉，你不要被阿王骗了。仅仅半个小时，他就找来袭击你的凶手，这不明摆着就是他自己的手下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，说谁指使你？白总，我跟了你十年，你来救我，救我！白总。我跟了你十年，你来救我，救我！阿文，你的苦肉计演得也差不多，难道你真想杀了他？白起山，跟了你十年的时间，就算是你，也不忍心动手。说，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。你为什么？这是哪个人？为什么？这一刀是为了我最疼爱的情侣报仇。我今天背起山把话放在这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任何人都不能欺负他，包括你。白起山，你可真狠。但是能保护景宇，只有我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？资格？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。因为我就是景宇的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，因为我就是你的亲骨。没想到这个白起山竟然这么可恶，连我都被他骗了。我也没想到，碰巧就能看见你未婚夫和白芊芊的事情，所以这些都是天意。景言，既然你现在已经拥有了天阙集团，再加上我和王叔叔。已经足够你向白起山复仇了，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景言的身上呢还有一些伤，他还需要静养的时间。
这个白金山不难对付，怕就怕他狗急跳墙，他万一伤害到金宇，金宇是安全，复仇的事情可以慢慢来。慢慢来，要慢到什么时候呀？金岩，我现在可是你的队友，你不能瞒着我呀。你放心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。我现在需要一个机会，能彻底的击溃白旗山，并且让所有人第一时间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这就是你所说的事情。不可能受敌。你真的是哥哥？金玉，你不要被他骗了。那天咱们都看到了，他的手臂上根本就没有太极。我胳膊上的太极是我身子里之内，所以我专门找人出。没想到白旗山。爸爸，哥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叔叔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？他才不是。陆家的悲剧都是他一手造成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要相信他，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，破坏你阿木的婚姻。我到底是不是滴血认亲不成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谈滴血认亲这一个，你真是疯了。有时候老方法更管。何以者？就是我哥哥，今天就让我给这万一万一去了。我好想你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这十年到底去哪儿了？金宇，景言这十年以来都得想方设法的替陆总裁和陆夫人报仇呀。报仇？没错，十年前杀害我的父母亲人就是他。白叔叔，金宇，眼前这个养了你十年的人正是你的杀父仇人。大哥呀，这景言和景宇啊，这个子长得真快啊，一不留神都快赶上我了。大虎，别的先不说了，说点正事。最近我发现齐山越来越不老实，咱们陆氏集团一直做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买卖，可是最近集团的账目上出现一些不好的东西，虽然很隐秘，但是还是被我发现了。大哥，你的意思这一切都是白千的？景言，景言，你要振作起来了。你妹妹景宇现在还在白旗山的手里吗？你父母的仇还没报呢。我知道了。说，我要报仇。许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股东，企图变卖陆氏集团的股份，那是因为白旗山肯定不会放过陆氏集团这块肥肉。为了稳住陆氏集团，他一定就要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，他又不能让你顺利的长大，否则你会继承陆氏集团。所以，他都可以为你提炼，药成分我查过，长期服用会对体内积攒毒素，所以你会瘫痪，直至死。直至，甚至我都可以自己脱去陆家的恐惧。白叔叔，只是你，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工具。只是你巴不得我早点死。你们的演讲可真够精彩。林宇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听他们胡说。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我不清楚。在我腿下那片被白芊芊欺负的时候，在我不得不喝下那难以下咽的汤药的时候，我无数次的在心里告诉我自己，白叔叔是最疼爱我的，才是我的杀父仇人。
王元富所说的事情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。要证据，刘二狗，上来！大哥，要不要我亲手做掌他？我看还是不用了，都是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，先刘太桥性命。如果我查出点事，他干，让他净身出户。 大哥，如果我知道事情最后会变成这样，我绝对会在这个时候做掉白起山。大哥，时间太晚了，还是明天再走吧。明天就来不及了，这是白起山所有的犯罪证据。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，后续的一切全靠你了。我现在送你嫂子和孩子去机场，回头我们公司汇报。好，大哥。那天我在公司等了很久。 都没有等到大哥，于是我急忙开车去机场，可没想到，景言，景言，你醒醒！不可能，他不是。你想过他不是已经死了？景言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还是不够安全。什么意思啊？ 你真是神了，竟然提前想着给刘二狗传送瘟疫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白起山。白起山那混蛋，我替他保守了那么大的秘密，他竟然要杀我灭口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你只能保下我这条狗命，我就把白起山让我做的事都告诉你。好，说好了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没有你，白起山，真该死呀你！ 他就是十年前造成的这个，就是你，陆少爷。对不起，是我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次错过并不是意外。我之所以会找上陆总裁和夫人，完全是受人之事。没错，这是我的人，就是他，白起山，白起山，他答应我。 只要我按照他的吩咐办事，他就能保佑我下半辈子富贵和平安。白起山，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，居然想要杀人灭口。要不是陆少爷出手相救，我现在已经失去此生了。刘二狗，你想死？陆少爷，你说过要保护我的。 谁呀？我就要在我父母的灵位面前报仇雪恨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陆家人一个个真够烦人，乖乖去死不好吗？白起山，认命吧，你已经输了。闭嘴！在白起山的字典里就没有认输二字。 今天我杀光你们所有人，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。要杀，就先杀了我。你想先死啊？王叔叔，王叔叔的事情交给我来做。行行，杜景言，别以为我不敢开枪。 你以为你只有三角猫的功力，没想到抢东西的功力还不错吗？你好像不太服气。我这三角猫的功力够用。爸，爸，怎么了这是？白起山，你现在功力用力气，磕头求饶。 我饶你！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跟你没关系。爸，休让我受罪。
干妈啊！你找死！你去死开心！爸，爸，爸！哥，爸妈十年的仇终于报了。这样，白沫这小子怎么处置？斩草除根。我们，既然你觉得我是三井猫，那我就把三井猫打趴了。你可别被我打得哭着回家找妈妈啊！你已经没有妈妈。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这三角帽的功夫够用了，斩草除根。我们陆景言，去死吧！你是陆景言，你不能杀我。我是景宇的丈夫呀，你不能杀我。原来这是你的心事。景宇怀了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小雨怀了我的孩子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你不能杀我。可以，你要照顾好景宇和孩子，做一个称职的父亲。如果你小雨，不是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景宇的，我是真的爱他。我让你死！大少爷，人人乃算蒙都市集团拱手相送。现在陆景言势头正盛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抗衡，甚至我连父亲的仇都没办法报。大少爷，您别急。这陆景言算什么东西？陆氏集团的一半可都在我的股东手里，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，明天股东大会不会给陆景言好脸色。在陆氏集团，我们只认识姓彭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陆景言去给你陪葬。这份产业整合报表，是我，请问陆总有什么问题呢？现在陆氏产业过于分散，人员过于沉浮，我需要一份整合报表。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，在这份报表里边，我已经将可以整合的和优化的部门都列出来了。是列出来，你列出来的部门哪个跟你有利益？跟你有利益关系是一个点。李武，你当我什么都懂。陆总啊，看您这话说的，我哪敢呢？之所以我没有优化和关联的部门，是我觉得这些部门的员工不多。不多吗？和你站队的五个，您共同站队，占集团的百分之七十，足足有7830人。还是说只能提供40%的利益？既然你不会，那接下来天阙就和陆氏集团合并，资源整合、人力优化就交给天阙集团。陆景言，太过分了！这样做是为了稀释我们几个在陆氏集团的股份吧？我本来不想这么做，但你们几个老家伙。做的实在太烂，我再重申一次，陆氏集团不是他白岐山，而是我陆景言。
我再给你一天时间，拿不出报表。哎，少爷，你一定要给他想想办法呀！哎，少爷，你一定要给他想想办法呀！没想到这陆景言的商业水平这么高，连李叔你这样的老江湖都不是对手。我也实在是没想到啊，他会拿出天阙集团这一招啊！一旦天阙集团并入陆氏集团，我们几个就没有话语权了呀！既然你担心天阙集团并入陆氏集团，那你就好好做报告。这，白少爷，这样会裁掉我一半的人呢。我在集团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这势力，不就一下子就没了？李叔，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既然陆景仁让你给他做报告，那你就好好给他做。到时候该裁掉多少人就裁多少人。这些人不是傻子，他们在集团干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愿意乖乖被裁掉呢？到时候你只需要找几个流氓煽动一下他们的情绪，就这些人够陆景仁。这一招好，他既然不让我好过，他都别好过。哦，对了，你再找几个记者，把这件事情添油加醋的报道一下。到时候，就算是陆景然长了一口铁齿铜牙，他也抵不过那芸芸众生的唾沫星子。好，秦宇，别玩手机了，吃点水果。别把我小外甥累坏。现在就想着你大外甥，难道我就不是你最疼最爱的妹妹？你当然是我最疼爱的妹妹。景宇，最近白墨那边有没有什么反常？他最近挺正常的，每天都在家里。他真的被传闻发现了。他要是真的能放下，今日下午三点，因对陆氏集团裁员方案不满，许多员工聚集在大楼前讨要说法，甚至已经出现了打砸等恶性行为。金宇，我先出去一下，注意安全。天下大乱，安静一下。我劝大家呢，都冷静一点。有什么问题，我们私下可以慢慢说。但是呢，不能故意闹事儿。王总，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陆氏集团裁员这么多人呢？这是集团的高层决定，也是生意机密，说不可。我收到消息，这跟新上任的总裁有关系。他似乎不理会股东的意见，甚至不关心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。胡说八道！这是故意诽谤。那王总能请陆总出来说两句话吗？现在这个局面，陆总还在集团里，怕是不太好吧？谁告诉你们我懂？陆总，听我说吧，听我说完。景言，你怎么来了？如果我不来的话，恐怕会有更多的嘛。就这个王八蛋，他裁了我们。凶巴巴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今天一定要给个说法。就是，谢谢老板，谢老板。闭嘴！要说法是，我来就是给你们说法。我问你，裁员有没有给你们补偿？给你们的补偿是不是全国最高规格？你给的补偿再多，也顶不了一辈子呀。就是，我现在在陆氏上班，你应该让我上班一辈子。现在裁了我，给我点补偿金，补偿金花完，谁给钱？有刀，有人拿刀。景言，你杀人了？你报应。说，谁派你？陆景言，多说无益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陆景言，你去死吧！快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来到陆氏第一天起，我就要养你一辈子？对。
对啊，对，不行。你叫陈小六是吧？知道我名字，记者，他知道我名字。如果我明天出意外，一定是他干。你上个月来公司应该工作24天，结果你迟到10天，早退10天，而且都是外出打卡。仗着你跟你主任关系好，一个月你就工作4天，好意思在这说话？还有你，来公司7年，公司7年期间，你贩卖公司的重要文件跟敌对公司15起，如果公司要诉讼，要补偿，你卖了房子赔得起。你比他们好一点，来公司3年，请了3年的假，年年怀孕，总共来公司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之所以裁员，就是因为你们对公司毫无建树，我给你们补偿也是出于人道。如果你们觉得不满意，我们公司的法务部欢迎你们。有刀，有人拿刀。来人，叫医生。金月，你爸交给我的事情我做到了，我没有辜负。我说，停住！我说，我说，我说，来人，快来人！医生岂不是在吓着你？儿子，这是要你妈的命呀！金月，怎么了这是啊？我快要生了，快要生了，快送我去医院！我马上去看伤，赶紧等我，快等我啊！快到医院了吗？啊，到了，我现在带你过去。什么情况？哦，早产，幸亏发现的及时，没什么大事，正在做手术呢。谢谢。我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是不应该做。你今天几点回的家？哦，应该你刚出门不久，我想让给君玉买点东西补补。我今天去公司，被人捅。什么？不是，你快去看看呀！就一招有我就行，你快找医生看看啊！我没事，但是王叔遇害了。哎，肯定是那些不服从安排的股东干的，从这些股东入手，一定能找到幕后黑手，不能放过他们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这些股东全消失，他们之前和白医生的关系很好。你在怀疑我？人事部监狱家属，我是。手术很顺利，母女平安，你们不用太担心。照顾好他，给孩子起个名字，毕竟你是父亲。去处理事情。怎么会有人给白白多好听啊，金言，是不是？叫什么都好听，毕竟他是我陆景言的外甥，是我们陆家的继承人。我听说王叔他。王叔都朝我汇报的，不仅派人去找他两个杀手。我这两天心一直跳得很快，哥哥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放心。王小姐，景言，救我！什么？
龙小姐。景言，救我！什么？龙小姐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天阙集团。景言，救！喂，我要回趟天阙。哥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白墨，照顾好我妹，照顾好白白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他俩。白墨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白墨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白墨，别伤害我妹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景言，玩个游戏吧。我没时间给你玩游戏，你敢伤害我妹，你死定了。玩不玩可由不得你。我现在给你发两个位置，一个是陆景宇的位置，一个是龙源千金的位置。20分钟后，我会把汽油洒了，然后点燃。所以必须得放弃一个。白墨，定位就在附近。这是十年前父母出车祸。白墨，他妈混蛋！金玉，金言，金言，救我！龙岩，白墨，你欺负女人算什么？20分钟到了，陆景言，看来你还没救出龙岩千金呢。白墨，怎么做？我怎么做才能救到他？求求你，陆景言，难道你忘了你们一群人欺负我父亲的场景了吗？在婚礼上的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不行了？白墨，钥匙在哪？白墨。既然陆少爷发话了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1分钟，找到我藏在附近的车钥匙，找不到可就不要怪我了。拜拜。当初我就应该让我哥杀了你。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如果有，现在从来都不认识你。哟，这不是陆景言吗？怎么这么狼狈啊？哦，你是看见龙源千金死在你面前，承受不住了？哎，陆景言，你这承受能力也不行啊。你够了吗？龙源千金死了，王元虎也死了，你想要我的命，拿去。放了白白。哥哥不要，不可以。你闭嘴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要再敢乱说，老子一枪毙了自己。不要。金玉，龙景言。陆景言，你现在懂我的感受了？你现在知道我在婚礼上的感受了？你现在明白最亲的人死在自己面前是什么感受了？你现在懂我了？当然，十年前我的双亲就是这样死在我面前。白起善孙子，你闭嘴！你没有资格提我父亲的名字，你不配！我要让你把我所遭受的，我父亲所遭受的，全都遭受一遍。景言，你听着，我现在要跪在我父亲的灵牌前，给他磕头道歉。让陆景言，陆景言死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
景言，对不起。行，那这个项目就由小李你来去支付，大家都辛苦了，这次会议到此为止。陆总，您忘了今天还要和国外的苹果公司总裁开会呢。会议延后，今天我要跟白白出去了。那个苹果公司总裁哪有白白重要？好的，陆总。白白今天打扮的可真漂亮。那当然了，今天可是一周一次见舅舅的好日子呢。我现在要你跪在我父亲的灵牌前，给他磕头道歉，听到了吗？不要！很好，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磕呀！一命抵一命，放了我妹，放了妹妹，你这么想死啊？好汉，我成全你。白大飞，我杀了何心妍，我杀了何心妍。妈妈说你是个白白，妈妈出去接个电话，你带着陪舅舅说说话。好。舅舅，妈妈说你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，那你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呢？妈妈晚上都会看着你的照片哭，我想让妈妈开心，你醒过来，咱们一起让妈妈开心，好不好？白白，白白，护士，有没有看到五号病房的病人？没有。白白，白白，白白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跑哪儿去了？不是让你在病房看好舅舅吗？舅舅呢？被哪个护士推走了？是舅舅带我出来的。这还真撒谎呢，舅舅怎么可能带你出来？你看，他就在那儿。可可，舅舅，今天老师给我奖励小红花了，老师可喜欢我了。哥哥，三年过去了，你会怪我当初做下那样的决定吗？医生，你说我哥哥怎么样？陆小姐，陆小姐的情况十分不乐观。这颗子弹虽然没有要来的性命，但因为损伤了大脑，就算不死也只能做一辈子植物人了。就没有一天醒来的办法了吗？陆小姐，我敢肯定他是不可能醒过来。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。哪两种？要么就让陆先生以植物人的身份活下去，要么就放弃治疗。医生，不好了，病人脑部大出血。陆小姐，你决定好了吗？如果再犹豫下去，陆先生就死路一条了。